去年公开恋情后，日前亲自宣布了与女友 Katy 再婚以及当爸的喜讯。这段缘分收获全网祝福的同时，也让人不禁好奇当初他和宋慧乔离婚的原因。事实上，他从出道以来不止一次透露对家庭的渴望，因为自小成长在幸福美满家庭，让他对拥有自己的家充满想象。于是当年和宋慧乔热恋时，不顾如日中天的事业，也不在乎女粉丝减少的危机，选择早早步入婚姻。不料结婚仅一年半就离婚，引来不少人推测宋慧乔的事业心强，还没有生育计划，因此造成两人的隔阂，最后才不得不分开。虽然离婚的原因从未被任何一方证实，但可以知道的是，宋仲基的梦想一直都是如此的朴实无华，那就是拥有一个嫁娶妻生子。希望这次他和妻子 Katy 一定要幸福一辈子啊！